耶稣诞生的前700年，以色列人的希伯来圣经就记载着，神透过先知以赛亚说，谢谢。神透过先知以赛亚预言了，有一位婴孩为我们降生。我们来看看先知以赛亚书怎么说的。以赛亚书9:1-2，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看9:6-7，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耶稣降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看我们的圣经路加福音1:26。1:26的后半段，他说：“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天使进入了玛利亚的家以后呢，第1:30，天使说：玛利亚，不要害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样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玛利亚因此怀了孕，当产期到了，圣洁的婴孩，我们的救主，永远的王，就为我们诞生。我们现在请蔡传道和诗班带领我们一起唱这首《新生王》。Show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耶和华亲口说的。
各位有没有看到每一个唱的人额头上都闪着 汗珠，因为实在是很难唱。接下来的节目呢，除了两个是温哥华堂和素礼堂热情的参与之外，其他都是我们小家所提供的节目。那么今天晚上第一个节目呢，它是说到关于把耶稣那个奇妙的爱给出去的一个表演。为我们表演的呢是高桂林一家组长孙文君的女儿和儿子 Leslie 跟 Winston， 他们用舞蹈的方式来表现这次的主题是 Give it away。 Leslie 还有 Winston， All right。谢谢他们。有一件事情报告，就是车牌号码 AK992Y 车灯没有关。那如果大家没有把握车门是锁的呢，麻烦锁一下车子，因为外面蛮暗的。 OK， 谢谢。第二个节目呢，是由我们可爱的主日学小朋友要为我们带来的。他们要带来的节目，题目是 Away in the Manger。 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神就像刚刚我们看PowerPoint 上面写的，耶稣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但是呢，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却是用一个很卑微的方式，甚至连床都没有，只能睡在铺着干草的这个马槽里面。我们现在欢迎我们主日学的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这首 Away in the Manger。大家稍等一下，现在小朋友正在排队要上台。
下一个节目的弟兄姐妹，麻烦准备好。接下来这个节目呢，这个小佳要带来的呢，他要用歌声，还有一琴、二胡跟三花，来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一琴呢是铁燕姐妹的女儿风雨，我们钢琴伴奏；二胡呢是王向光弟兄用二胡来给我们伴奏；三花呢是夏冰弟兄的太太跟两位女儿用小提琴来我们伴奏。现在我们欢迎高贵林港一家，我们欢迎高贵林港一家，我们看了很久了，这个放那边。
谢谢高贵林港一家的表演。下一个小家呢，要为大家演唱两首歌，第一首叫做《哦，主与你合一》，第二首是《平安夜》。第一首歌呢是第一次在公开的场合现场，待会儿会请志强组长为我们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歌。那这两首歌呢，我们都会请各位跟我们一起合唱，好吗？那我们现在就请高贵林二家上场。有一个姐妹在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的时候，紧紧的依靠神，仰望神，抓住神。她在亲近神祷告的时候，唱出了赞美神的诗歌。我们今天唱的就是她的一首诗歌。她到昨天为止已经唱出了44首，感谢赞美神。求在天的阿爸父，他亲自来到了我面前，回答了我的所有的质疑，让我写出了第一首歌《我的灵魂在飞》。他亲自告诉我，他住在我的心里，从没有离开过我。他是有生命活泼的灵。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经历了彻底的拆毁和重建。他让我唱出了我的第一首歌《家》。我家有天又有地，神的爱绕四壁，阳光洒暖，清风送凉，神的灵伴我心。虽我一无所有，
却是样样都有。虽我失落时空，却漫步在父的花园中。我不懂音乐，我从来没有写过词谱。从今年的十月份到现在，总共唱出了四十多首诗歌。感谢神，这里我用我的一首歌词做结束。感谢我的主，感谢我的神，赐下喜和乐，赐一生平安。感谢我的主，感谢我的神，主与我同在，主与我相伴。感谢我的主，拣选了我们。感谢我的神，打开我们的心，做天国的子民，使我们降服。感谢主的奇妙，使我们活在荣耀里。感谢我的主，感谢我的神，感谢主的话是灵里的清新剂。感谢主的灵，感谢神的爱，过得胜的生活，荣耀在天上的父。感谢我的主，清洗我们的罪。感谢我的神，打开我们的心，用天父的慈爱去包容世界。主赐下平安，患难中站立。感谢我的主，赐下众天使护卫我们走过那死荫谷。感谢我的神，隔绝险难阻，带我进入他的国度。感谢我的主，建立教会。感谢我的神，融化我那冰冷的心。感谢主的奇妙，活在荣耀里。感谢我的主，感谢我的神。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好不好？ OK， 大家看着我一下， OK， 我的手举得高你就唱高一点了， OK， 一二三。哦，主你爱我们，哦主赐下爱子，除去我们的过犯，洗清我们的罪过。哦主与你合一，哦主求你洁净，哦主求你医治我们每一个细胞，我们每一个气息。哦主与你合一，哦主你的心肠何人能体会，你情愿住在我们心内。哦主饶恕我们所有过犯，称我们为你的儿女。哦主拣选我们，我愿献上火祭，散发我主的香气，成为我主的圣殿。哦主与你合一，哦主与你合一，散发主的香气，成为主的圣殿。哦主与你合一。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唱中文，小家的表演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的节目组呢，特别邀请了一位来宾，这位来宾要带我们做一件很奇特的事情。我们请这位来宾上来好吗？嗨，你好。主持人好。那就交给你哦。好的。首先，欢迎大家来到穿越时空，观察不同的人生，活出不同的人生。
今天是圣诞特辑，我们把主会场设在了加拿大温哥华三联市的一间教会三联市信友堂。没有人能够想象2000多年前降生在马槽里的一个婴孩木匠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会对这个世界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可谓前后无来者，跨越了种族、文化、国家、阶级。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不仅影响了他降生后的历史历代，甚至还影响到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以前，是多少人、多少世代的人的期待和盼望。他是谁？这样的一位名人，他与我们的人生到底有什么关系？刚才信友堂的弟兄姐妹用《平安夜》这一经典圣诞歌曲告诉我们，这位耶稣是一位救主，拯救生命的主。在圣经约翰福音中，救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哦，原来他耶稣是关乎我们生命的，我们也真的是感受到了这些弟兄姐妹的平安喜乐。那么也让我们看看在教会之外圣诞前夕人们都在干些什么。我们节目的小使者会挑选三位幸运观众，询问他们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打算，看看有什么不同。我们去哪里找幸运观众呢？来到温哥华，我们一定要去这里数一数二的大商场麦说烫。技术总监可以吗？小使者准备好了吗？现场观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好，我们一起走。呀，真够热闹的，这么多人，我们的小使者怎么挑选幸运观众呢？来，我们先让他们停下来。来，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5、4、3、2、1倒数。来，我们先试试，5、4、3、2、1，停。似乎在这位阿姨的生活中，买名牌、穿名牌已经成为了她人生最大的乐趣。但是这是我们要追求的生活吗？下一位幸运观众，我们还是回到国内吧，我们去北京找一家餐厅好吗？天府大酒店，天府谁不向往？现场的观众怎么样？技术总监可以吗？小使者准备好了吗？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走。哇，真够丰盛的，酒也喝得差不多了。来，我们先让他们停一下，5、4、3、2、1，停。再来半斤都行，我好吧，我还
儿先扶着点儿。过去现在将来，过去我就请马局长喝酒啊，过去一年都在请马局长喝酒。是吗？这是你的过去。那现在呢？现在这酒喝好了，马局长就提拔我了，我现在是何处长了，我升处了。真的？那您的将来呢？将来啊，将来，我告诉您啊，将来我要请更大的领导喝酒，喝好了我就还能被提拔，我就出生了。这就是您的现在，过去跟将来啊。哎呦，那您可要好好的注意好身体。放心。来，这是您的入场券。入场券。哎呦，好，入了场咱们继续喝啊，我请你喝酒。好的，叔叔再见。哎，好，再见。这位何处长为了升官可真是不惜一切代价呀，在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没有什么能比升官更让他感到骄傲的了。我们进了商场，也去了饭店，这次我们在路上找一位吧。上海南京路最繁华的街道怎么样，技术总监可以吗？请稍等，那个从北京到上海距离有点远。小使者准备好了吗？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走。真热闹，我们还是得先让他们先停下来。来，五、四、三、二、一，停。这叔叔怎么拎着一只鞋跟这儿？哎，什么事？穿越时空，对，恭喜您变成我们那个幸运观众。幸运观众，看来我生运怎么了？啊，是，就是您得回答我几个问题啊，就是您要概括一下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过去其实也没啥，过去我就是人生得意，女人多嘛。那您现在呢？现在这不。怎么给老婆给知道了，一脚就给踢出来了。你看都什么年代了，一个男人有几个女人，那不是很正常吗？哎，真是的，真是恶有恶报。那您将来呢？没事，您将来。将来，哎，告诉你吧，我也想通了，像我的朋友圈中，像我还跟原配在一块的就我们一家了。有句话说得好，没有爱情的婚姻那是不道德的婚姻，我现在这个婚姻就是不道德的婚姻啊，大不了咱就离，是不是啊？哎，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想通了。行，成，这是您入场券，您就收好了，那到时候谢谢。行，谢谢你给我带来好运。没事啊，是来运转了。哎，又让我们遇上这么一位叔叔，也难怪现在的社会，二奶小蜜婚外情好像都快变成一种时髦了。多少婚姻家庭被摧毁，孩子那更成为了破碎家庭的牺牲品。我们真是盼望这位叔叔能够认识到他对家庭、对自己的伤害，赶快回头。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很多的诱惑。圣经上说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身上。今天的幸运观众倒是选出来了，对比刚才教会的弟兄姐妹，真是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人生。来，我们穿越2000年，看看这位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天使歌唱，万民响应，普世欢腾。Thank you.
成就主降临，全地皆他为王，中心以北地方，诸天万物歌唱，诸天万物歌唱，诸天诸天万物歌唱。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不是何等就知万法，万民高声颂扬，各位红堂三世平原，响应歌声嘹亮，响应歌声嘹亮，响应响应歌声嘹亮，破碎就不容再长，十渡荆棘向往，化诸为尘，无言复结，到处住着流畅，到处住着流畅，到处到处住着流畅，我的真理统治万法，世世万邦证明，共主共义无限荣光，主爱奇妙丰盛，主爱奇妙丰盛，主爱奇妙奇妙丰盛，真是振奋人心呐！神的儿子圣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宛如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万民，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因着他的救恩，使我们的人生彻底改变。现在我们也来看看那个时候老百姓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们找一个有财主还有乞丐的，有点难度，技术总监怎么样？太好了，观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走。下地狱也好，死后的事情谁知道？
当今在世活着，有钱最重要。有钱就是任性，就不爱听你说这个。得，咱们不说这个，咱们继续喝。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技术总监是不是出故障了？技术总监的后来呢？那财主呢？财主当然也死了。死后怎么样？你真的想知道死后怎么样？对呀，观众朋友们，是不是？是。这个难度是最大的，我们需要点时间。导游准备好了吗？观众们都等急了。这个非常困难，希望现场的观众坐稳了。在穿越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危险。好，那我们耐心等一下啊。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
若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劝说，就是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原来悔改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才能使我们的生命彻底的改变。让我们看看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话：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哎，这财主好像也没说他杀人、奸淫、偷盗啊。让我们看看圣经上是怎么解释的：杀人，凡恨他兄弟的，就是杀人的。哇，奸淫，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看来还真不是我们一般的人所能理解的。人生是如此的不同，在永恒里，天堂、地狱何去何从，在我们的一生中，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不行，我们现在就得把它弄明白。请牧师来给我们讲解。下面我们就请信友堂的洪牧师来给我们讲解。有请洪牧师。感谢主，我们今天一同来到了304信友堂，我们到这里来参加我们的圣诞平安夜的联欢会。刚才我们大家也看了我们304的信友之家的他们的节目，还有特别刚才看了从思瑞堂带来的节目，大家肯定心里有很多的想法。那么我在这里呢，来讲解这个故事背后的，照着圣经给我们的启示话，我先来欢迎，也代表北美浸信会信友堂，特别是今天晚上304信友堂在这里欢迎每一位的来宾。我想在这里特别要欢迎的就是，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今天来到这个殿里的，来到这个殿堂里，来到神的居所，来到这里来庆祝圣诞的。如果我们在这里有的，我们就请你一同站起来接受我们在主里对你们的衷心的欢迎，好不好？请你们站起来，我们鼓掌。好，哪一些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来，请站起来，请站起来。来来，我们再鼓掌。对对对对对对对，感谢主，感谢主。对对对，好。我们开始。好，我们这里的每一位站起来的呢，我们都有给你一份信友堂给你们的礼物。这个礼物里面呢，也特别有一份，就是我在这里希望给大家的礼物。这就是这里面呢是4个4长的国语讲座的《圣经创世纪》的《人啊，你在哪里》的福音布道的录像。好，我们今天我们的嘉宾们都要拿到这份东西，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信息用的时间不多，希望能够你们呢来的人呢能够得到这一份，就能够更详细的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节日。这个节日叫做圣诞节。圣诞节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刚才大家看了那个小剧里面圣诞节大家都想这是一个 shopping 的时候，大家要在这里要放假啦要到商场去买很多很多礼物，你要送朋友送家人。圣诞节有人想到这是一个我们吃喝的日子，所以呢各大饭店里面早已订座一空了。也有的家长带着孩子们在大商场里
照那些圣诞老人拍照，他们就以为带着孩子过了圣诞节。但是我可以在这里告诉大家，你是不是真的过了圣诞节？你一定要知道圣诞节是为何而来的。圣诞节我们真正的要在这里庆祝的是什么？要纪念的是什么？要感谢的是什么？今天我首先祝贺大家，你们来到了神的殿里，来到了教会，听了我们一起所唱的圣诗，而且你在我们当中一起在这里欢喜快乐，你是过了一个真正的圣诞节。因为圣诞节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大喜的信息，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大喜的信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人生今天在世到底我们的困境是什么，我们将来的希望盼望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世界上面，各种人生，人生百态，样样都有。刚才我们的小使者穿越时空，到了各个地方，访问了各种现代人的人生的样式，问他们昨天是什么，对你意味着什么，今天对你意味着什么，明天对你意味着什么。结果你们可以听见每个人的回答，昨天、今天和明天都在他所看见的一生一世里。这一生一世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是真正的盼望呢？可以说没有人能知道。我们刚才看到穿越时空一起把我们带到了2000年前的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一幕特别的情景，那边的富人和我们现在的富人那些心态也没有什么两样，也是一起大吃大喝享受他们今生的人生。那时也有穷人，就像我们现在看到也有穷人，我们都会认为如果我这一生次我富贵我就人生成功了，我如果贫穷我最后人生就是失败了。但是大家看到了刚才那个穿越时空的节目，真正的重要是穿越了真正的时空，它已超出时空界了，他来带我们来到了天上，看到了在地上受苦的拉撒路，却能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能够得着那平安和喜乐。而原来在地上的那又吃又喝的财主们，人生非常得志得意的，他们却下在地狱里哀嚎。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尤其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看到财主和他财主的朋友财主是一个很贪婪的财主，他富贵了，但是他却没有怜悯之心。我们认为这种为富不仁的财主是真正的很坏的财主。当我们看到他的朋友，就觉得他是两样的，他有一颗好施乐施的心，他愿意把自己的财产还常常分给点穷人，他认为做人呢，这样就显得比较高尚一点，这样的志趣就高了。我们也会认为这样的人呢，就一定是一个大善人了。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天堂，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地狱，天堂就是为在这个地上做好人的人预备的，好人升天堂，坏人下地狱。所以呢，这是我们常常得来的印象。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台主和他的朋友，他们都在地狱里，而拉撒路却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是拉撒，就是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如果我们听了摩西和先知的话，就不会在地狱里了。如果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那个财主说从地狱里给我送一封来信，叫地狱之来信，地狱来鸿，从地狱里面给你送信，让你得到一封信，说我在地狱里好苦啊，啊，要送给他的弟兄们，送给他的亲弟亲兄亲弟们。你要知道，啊，如果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我们世人就喜欢听这个，这叫舌剑里来的，给我们得到的真消息，要从那个地狱里面哀嚎的受苦人，啊，字字泪，声声血写出来的那些东西，我们看了，我们就会信了。哦，我们可千万将来不要到地狱里。刚才他们地狱里面传来的那个哀嚎啊，是很凄惨的。各位相信已经听见了，是不是？我们相信我们在座的没有人愿意到那个里面去，那里是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烈火是永远在那里的。火湖啊，是很可怕的。但是我们怎样才避免我们的生命最后终结在这样的黑暗里呢？这就是亚伯拉罕所说的，要听摩西和先知的话。摩西和先知的话带给了我们什么呢？就是带给了我们今天我的福音短讲里面的大喜的信息。因为圣诞节是冲着谁来的？不是别人，是今2000多年前的今天，有一位叫做耶稣的，在一个拉撒，在加利利的，在一个木匠的家里诞生了。他和他的太太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是赶在路上要生的时候，甚至连生养的地方都没有，好容易投到旅店里面去，旅店里面都没有地方让他们住，他们只能住在马棚里，最后耶稣就生在马槽里，这就是马槽的婴儿。一个人人生来到世上，生在马槽里，我们认为这样的人生是值得羡慕的吗？但是今天我们却知道，他来到世上却给我们带来了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单章里看到的路加福音里面的那段话。因为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照根子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怎么可能在野地里面，怎么有这么大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呢？原来这个时候天使向他们显现，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的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什么样的大喜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呢？很多人都要听一下，有什么事跟我有关呢？这个万民是谁呢？这个万民不是只是当时当代的人，是关乎着世世代代的人。当时的万民不是只是以色列人，而是乃至天下各国的人，都和你们有关。告诉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这就是报喜信传福音的来源，这是天使向世人报告一个大喜的信息。
这个大喜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就看着天使是这么说的。天使说，今天啊，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上，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讲完这句话，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大卫的城里生了一个孩子，凭什么这个孩子一降生，生在马槽里面这么卑微，怎么就成了世人的救主呢？他到底和你我有什么关系？他到底要救我们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世人在这个世上面看到很多的罪恶，也看见很多的痛苦，没有人喜欢在痛苦里面。所以这个世界上常常有各种领袖啊，各种的英雄啊，号召人民起来跟着他走。他应许跟随他的人，我给你们幸福，给你们解放，给你们自由，帮助你们从水深火热中出来。这叫做水深火热中拯救人们。我们过去都听惯了这故事，要拯救从水深火热。水深火热是什么？就是你的环境太差了，而你在那里是很不幸的。我们都很愿意听这样的消息，是啊，我很不幸，这个世道不公平啊，让你翻身做主人啊。我们很多人就会被这种话就被欺骗了，我们需要的拯救就是这样的拯救。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的，人是需要拯救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神要拯救我们，拯救我们什么呢？这就是耶稣的名字的来历。因为耶稣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拯救，他就是来拯救的。所以当年那个主的使者在梦中跟约瑟说，将来玛利亚要生的那个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原来拯救是把我们每一个人从自己的罪恶中拯救出来，而不是把我们从水深火热的不幸的环境中拯救出来。你何曾听到过这样的事？这就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每个人，如果你没有耶稣的话，你的罪恶就把你捆绑住了，就把你拖到地狱里去。因为死是因着罪来的，死亡就是犯罪的公价。什么叫公价呢？就是你应得的，不给你是不公义的，不给你是不公平的，非得给你不可，这叫公价。我们出去打工，如果老板最后给你打完工说拜拜，不给你 paycheck， 你说不公平，你要拿到了 check 就公平了，对不对？你做工得公价。这个公价在我们的犯罪上面，我们得到的公平的待遇就是死罪。原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是犯了死罪呢？我看我比好像很多人都好嘛，就像那个财主的朋友，在他看来，他那个财主啊，那是太有一点过分了。像他这样的富了还可以施舍的这样人，他就认为他非常的感觉非常好，他就认为他是世上的好人。我们世人也是这么看他的。可是今天让我们看到，圣经里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用自己的行为救自己，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能够在上帝面前能够活出律法要求的标准，没有人。告诉大家有一件最大的事情，每个人都得相信，
我们之所以会犯各样的罪，因为我们首先犯了所有罪中的第一宗罪，这个罪就是不将神当作神。我们虽然知道有神，但从来不一把感谢和赞美归给我们的神。所以神就告诉我们，在诗篇里，神从高天垂看世人，有义人吗？没有，连一个都没有，都是偏行己路。为什么偏行己路啊？都没有来追求神。有寻求神的吗？没有，都是走自己的路，认为自己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要把命运抓在自己的手里，就是我今生的奋斗目标。在我们世人看来，这是最好的人生，要进步，要进取，要自强，要立志，这都是人生当中的美德。但是今天告诉我们，人看作是美的事，在神看里是完完全全的罪恶，因为没有人要想着去寻求神，所以每个人都死在自己的罪里，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这就是真正的拯救的信息。除此以外，任何的拯救都会是让我们感到你要去拯救人吗？那么受压迫的人是感到是喜庆，那么压迫人的人就感到这是噩耗，所以一定要在世上造成仇恨和斗争。可是今天主来到世上，他来到世上做什么？我们今天是为什么要来纪念主耶稣的降生？因为主来了就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因为主来了，当司祭看见他的时候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他来了，他为什么要访问牧羊人？他为什么他来了，天使向牧羊人来宣告？因为他就是那羔羊，他来了叫做我们的罪的替罪羔羊。这就是主耶稣来的，他是完全的神，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圣子耶稣，他完全是神，他却降生成为人，十月怀胎，圣灵感孕，童女玛利亚生子。而童女玛利亚能够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是记在哪里啊？记在先知书上，以赛亚书上。所以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是把我们带到耶稣面前，除非我们听了摩西和先知的话，否则我们是不会知道我们是需要耶稣的。我们不能没有耶稣的拯救，因为耶稣来，他自己说，人子来就是要寻找拯救什么人啊？世上的人。谁是世上的人？最世上的人就是认为自己不需要耶稣的人，是义人。所以耶稣来了，我来了不是来找康健的人的，因为康健人不需要医生。谁是康健人呢？没有真正的康健人。可是人的罪越大的人就越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越是很骄傲，越是以为自己靠着自己能主宰天下，要做天下的主人。其实天下万有都不是他造的，他却要做天下的主人，这就是我们人的罪。所以耶稣来了，他说，我来了就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今天这个大喜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最重要的要认识的是谁？那就是耶稣基督。你要认识他，你要信靠他，他是你生命的主宰。因为耶稣是如此说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
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被其他各种宗教的教主的各种各样的学说所迷惑。这个世界我们不需要教主，因为我们有一位真正的救主，这位救主是爱我们，是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舍了身，将他的身体分开，让他的鲜血流出来。为什么要如此做才能救我们呢？因为真如经上告诉我们的，神是公义的，圣洁的神，他绝不把有罪的当作无罪。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呐，如何才能来到神那里来？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谓要去的天堂就是与神同在，可是我们已经是罪恶满身的人，我们不可能带着我们的罪进天堂。如果我们带着罪进天堂，那天堂就是污染的天堂，污染的天堂就不再是天堂。我们怎么能才能把我们的罪除掉呢？我们靠我们的表现是永远不可能的。因为在这里我们都知道，神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作为堕落的人，我们已经失去这样的能力了。我们唯有靠着信靠耶稣基督，他是爱我，为我舍命，因为我的罪都归在了耶稣他自己的身上，他在十字架上是为我舍命。为什么2000年前的耶稣在十字架被钉死了是为着我来舍命呢？因为若我们信了耶稣他是确实为我们舍命的话，那就是说我是将我的罪归在耶稣身上，那我的罪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受到了天父从天而降的审判，我的罪已经被审判了。被审判的罪不需要再次审判，审判显示了上帝的公义，他绝不把有罪的当作无罪。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一定要以无罪之身来到他面前。这个无罪之身，这个位分要怎么来呢？除非你信耶稣，他为我的罪被钉死了，我的罪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已经被神审判了，他替我而死，为我舍命，我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我靠着他，我就能活出一个新的人生。因为经上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这就是大喜的信息的实则。因为人人都犯了罪，犯了罪的就必有一死，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把我们从可怕的永远的死亡中拯救出来，使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使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圣诞节里，让我们把这个大好的消息向我们的邻舍们，向我们的家人们，向我们的朋友们，向我们的同事们大大的传扬吧。邀请他们来到教会里，告诉他们，如果不到教会里来纪念赞美感谢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实际上过的是一个虚假的圣诞节。你要过一个真正的圣诞节，你必须来到基督里，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是为我而死，因此成了我的救主。从此我的生命中有耶稣，耶稣为我而死，我就为耶稣而活。从此上帝就是我们的生命中的主宰了，我们从此就成了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了。这是多好的大喜的信息呢！我们当中，我们今天第一次来的，你会拿到我们刚才给你的那个包，欢迎包里面有一个回应单。如果你听了有感动的，你可以写下你的回应，你可以把你的回应单交给我们教会中的任何一位招待，
你就在这里，在这个圣诞节里得到了最大的最好的礼物，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你能使我们浸信会信友堂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来纪念你的降生，来感谢你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主啊，我们最大的心愿是让我们这个社区，主啊，高贵林啊，高贵林港和 Port Moody 这些地方都能够成为你福音传扬的地方。主，谢谢你让我们一年前你感动了你的儿女们来到这儿，将三联寺的信友堂在这里建造起来。这一年来你的恩典你的保守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在这里，在第一次的我们的三联寺的信友堂的圣诞庆祝晚会中，我们来歌颂你赞美你。主啊，求你恩待这个地方的居民，主啊，求你在这里亲自荣耀你的名，主啊，求你的荣光充满在你今天的圣殿中。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里面得着从你里面来的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主啊，你的爱子降生来到世上所行的事，就使我们知道在至高之处荣耀是归给你了，但我们也愿你在地上的平安和喜乐归给那你所悦纳的人。主啊，不是别人，就是信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他在世上为我们舍命，使我们能靠着他的名因信得生。感谢赞美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洪牧师。洪牧师，我想在进行下一个节目之前，我一直很想问，Surrey信友堂有没有演员训练班？有没有什么训练班？演员训练班。佩服佩服，谢谢谢谢。感谢神，我们神是当得一切荣耀颂赞和敬拜的神，因为他把耶稣赐给我们，让我们有得救的盼望。那接下来在这里高贵林三家也要用这首起来崇拜，在这里来敬拜赞美神。我们请高贵林三家。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已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尘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高贵林专家，在这个世界上常常发生真真假假，有真就有假的事情。那福音就是关于耶稣救恩的好消息，会有假的吗？我们现在请母堂的提摩太团契，我们用表演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福音，什么是假的，请提摩太团契。亲爱的好朋友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问候大家，主内平安。我叫张善人，很多人都认识我，苹果手机才出到第六代，我们的鸭梨手机已经出到第八代了。鸭梨手机就是牛，让你生活无压力。我为自己安排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人生计划，
我有三个儿子，我为他们买了三份保险，我还为自己买了一份30万的海景墓地，怎么样？我的计划完美吧？除此之外，我还为自己买了一份双保险，那就是我信靠了主耶稣。在信主的这3年里啊，我的生意可谓是顺风顺水啊。张总，张总，出事了，出大事了。慌什么慌啊，跟我一起唱。有平安在我心，非世界所能赐，这平安无人能夺取。叔叔说怎么了？工商局来查我们的库房了，因为有投诉说我们手机质量有严重问题。哎呀，不用担心，去找无所不能的王大才呀。张总，你又怎么了？王大才也不管用了，现在顾客和代理商都在找我们退货呢。哎呀，不可能不可能。你看你看，光今天就收到那么多要求投诉的邮件。就是呀，我看一看啊，退货退货，差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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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凤毛麟角嘛，不用担心。我跟你们说啊，我对我们基督徒做的企业的产品的质量啊是非常有信心的。就是就是，张总，您对我们的手机从生产到销售都是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压力手机无压力，我们的手机一定没有问题的。说得好说得好，升职升职。谢谢张总。对头对头，基督徒做的企业肯定比一般企业要好，绝对是诚信第一，质量第一。说得妙说得妙，加薪加薪啊。我看一看，喂，你好，压力手机让您生活无压力。退货。好的，我们马上处理。张总，现在怎么办呀？现在顾客和代理商都在等着我们退货呢。不要慌不要慌，我跟你们说啊，圣经上不是说过吗，我们的上帝啊一定会保守我们不遭患难的。张总，您说的上帝还管用吗？我说你们两个呀，哎呀，先下去先下去。哎，可算走了，好累啊。难道还有王大才搞定不了的事情？怎么能这个样子？哎，祷告管用，我还是祷告吧。亲爱的天父上帝，请你保守我，在这信主的3年里，我每周都去教会，按时参加小组查经，每次奉献我都冲在最前面。你不是说会保守我不受患难吗？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唉，张善人心中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呢？这位上帝是帮助他满足个人欲望、实现他个人梦想的工具吗？只要他有外在的好行为，上帝就应该加倍的祝福他吗？我们是否常常也是在寻求神所赐下的好处，而非神自己呢？我们是顺服神全备的真理，还是只记得对我们有利的经文呢？我们来教会服侍奉献，是真的因为认识神吗？天我追逐不停的赛跑，谁往低处流
我要爬更高，享受我喜欢，权力要抓牢，我什么都可抛，钞票我计较，我就这样唱自己的歌，我就这样选自己的调，别人如何管不了，别人如何我管不了，我就这样唱自己的歌，我就这样选自己的调，你说什么好不好，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叫王自立，从小到大我凡事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拼搏，从追求学位工作到名利地位一路奔波，每天忙忙碌碌，没有一刻清闲。我以为我所追求的这一切会让我感到满足，感到快乐，可是我并不快乐，我也并不满足。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哎，我也很久没有去教会了。今天晚上啊，我要来教会参加圣诞聚会，说不定在上帝那里我会找到我的答案。我没有罪，没有罪，杀人放火我不会，偶尔说话漏了嘴，天下乌鸦一般黑，贪心嫉妒怨恨人，天下当然无完人，说起道理我都懂啊，论起是非我都对。我姓贾，大家都叫我热心。我啊，从小就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信主35年了。在这么多年来啊，小毛病啊当然是有的啊，这个关键的时候从来都没有犯过什么大罪。作为一个资深的基督徒来说，教会生活我最了解，守主日，常奉献，勤服侍，乐悠悠。时间不早了，我得参加教会的圣诞聚会了。时间很是很早的嘛，我又准时早来了15分钟。哎，这人是谁？平常都是我最早，怎么今天给他占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牧师刚刚传讲了福音的信息，我们头脑里都知道我们是罪人，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你的心真的认识耶稣吗？十字架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呢？你真的在跟随主吗？让我们在平安夜里安静自己的心，祷告在上帝的面前。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啊，我向你感恩，我向你赞美，我又来教会敬拜你了。我从小啊就认识你，我不做坏事啊，我不做不义奸淫的事，我积极地参与教会活动，一天三餐禁食祷告，每周禁食2次，
啊，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这回啊，教会的建堂我绝对捐上888。我把你的话放在头脑里，我把你的话披在身上，每次都是我第一个来到教会啊，就是今天被这个人争取了。神啊，谢谢你赐给我这样丰盛的恩典，我拥有了奢华的物质生活，可是我的心是那样的空虚，那样的漂泊。神啊，也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不认识创造宇宙万物的你，我把金钱，把我自己当成了我敬拜的偶像。神啊，你为了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神啊，就求你用你复活的大能改变我这颗坚硬的心。神啊，让我借着你复活的大能，让我敢于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神啊，在你面前我没有什么可隐藏的，我需要你的恩典。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聚会到此结束，请大家彼此握手问安。你好。哎，你好。欢迎你来到教会认识耶稣。谢谢谢谢，我叫王自立，今天啊真是没白来。哦，顺便告诉你，我姓贾，我从小啊就出生在基督教家庭，信主35年了，我的生活很充实。哇，真是羡慕你。哎，过去啊，我认为我的人生有太多的追求，虽然每天过得春风得意，可是一到晚上，我这个心啊就觉得特别的空虚，而且不明白人为什么活着。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呢，我们以后再说。希望你经常来教会，神会让你明白的。是是是，我先不多说了，我要去服侍去了。好，那我跟你一起去。啊，不不不，你还不到时候。好，那我先回去了。这人当到哪里去了呀？如果没有人来认可我、赞美我，那我都不是白做了吗？这谁呀？哎呀妈呀！贾弟兄啊，看看看看，多认真，忙上忙下，吃苦耐劳，愿主纪念你。哎，你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你这样说我会骄傲的。太棒了。看，贾弟兄哎！贾弟兄，你真的是一个有声名的基督徒啊！大家都走了，你还在这里默默地收拾。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教会有你真的是忒好了，真的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啊！那我们先走了。慢走，慢走，慢走。哎呀，好伤感！你知不知道，在教会服侍，如果有人夸你的时候呢，那就有危险啊！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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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走，你慢走。懂什么呀？
这回大家可算是说对了，我在这个教会啊，最热心，最勤快，凡是大家能够见到我的地方，都有我忙碌的身影。神啊，我以前不认识你，也不愿意来到教会，我在这个世上所忙碌所追求的这一切，原来都是为我自己啊。我辛辛苦苦做这么多事，不求别的，就是求大家对我的认可。大家都说我最爱主，真是荣耀主的名。神啊，我在这个世上所追求的这一切，如果不是在你的里面，如果不去放下我自己，就算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意义呢？大家的赞扬就是我努力的动力。我得了这么多夸奖，积了这么多财宝在天上，将来我的赏赐最多，冠冕最大。神啊，像我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罪人，你还会接纳我吗？人看人是看外表，然而神看人是看内心。在神的眼中，世界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假热心守教条，但他不明白福音的真意，他所信靠的是自己的行为。王自立却因神的恩典，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他的盼望乃是耶稣。经上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我们牧师长得非常帅，那他也骄傲。以前当他是一个骄傲的化学博士的时候，他不相信福音，但是当他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的时候，他放下一切全职的来服侍神。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位传道人，他原来是香港管弦乐的首席小提琴手。你摇头不是吗？不是，二席，三。我们蔡传道由我们带来两首诗歌，第一首是《弥赛亚恳求降临》，第二首是《圣哉，圣哉，圣哉》。Thank you.
后人心弦，蔡传道，蔡传道，请问你有没有准备 encore 曲 ？encore，encore， 耶！在我再来一首 ，OK， 一会儿再拉一首哈。但是我又有点报告 ，OK， 其实我们呢是温哥北美浸信会信友堂，我们是一个礼拜堂，但是有三个地方。是有温哥华堂，刚刚我们说的母堂哈，刚刚还有一个节目，刚刚是演出非常棒的，是不是？那个就是 Surrey， 然后第三个堂就是三连四，三连四的。但是我们这三个堂呢，聚会的时间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你假如是住在 Surrey 的话呢，他们的时间是9:15开始的，我们这里呢是11:15开始的，那。温哥华母堂是2:30开始 ，OK， 这个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其实我们的节目单里面呢，有多少个小组，知不知道？我们就是三连四的，一共有5个小组哈，是高桂林一家、高桂林二家、高桂林三家，然后还有呢是高桂林港一个家。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满地堡一家，一共是5个家。假如你的位置是在这些地方呢，就请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些小家。OK， 好，那我想简单介绍这样。OK， OK， OK， 我再拉一个。
还要再来一首吗？我们应该改天请蔡船长服务我们一下，帮我们办个演奏会。哎，我们谢谢蔡船长还有他的公子，谢谢他们。夏家的两花有没有看到你的目标了？哎呦，对不起，我要结束这节目。对，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长爱的长爱是长阔高深，而且是不离不弃的。那他住在我们里面，要引导我们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所以接下来满地宝一家的组长王栋和他们的姐妹要一起帮我们带来这首《耶和华是爱》。我心在心中
做主好人。他跟我说过了，那个，他知道了，他知道了，就是那个，我们非常感谢每一个小家，舍瑞堂还有母堂来支援我们，还有每一个同工，非常感谢你们，所以今天晚会可以这样子顺利的进行。那现在请牧师最后我们祝福。好，今天各位弟兄姐妹们、朋友嘉宾们，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与主共度我们的平安夜，大家心里是不是感到非常的快乐？好，让我们来感谢主。我们看到神带领着我们在北美进行过信友堂，在三连寺这里建立了教会，让福音也在这里开始广传。这个教会成立从今年一月开始第一次，到我们十二月正好走过了一年，才一岁大，才一岁大的教会，你看有五个信友之家献了舞台的啊，这个五个节目，我们都非常的感谢主为他们在这里面的尽心尽力。尤其我们今天，当然我们果然啊，我们的专一一出手，我们传道啊，这个希拉拉小提琴的，我们都是马上就感到不同什么反响，不同反响。神是给我们有很大的恩典，神给我们有很大恩典，各行各业的人都被他招到他的宝座面前来侍奉他。我们今天，我们其实，我们可能我们有些来宾朋友有所不知，今天我们的主持他叫黄子郎啊，黄子郎弟兄，他和他的太太 Amy 他们来自什么台湾，他们在这儿啊，是我们最早的在这里一起和我们的建造这个教会。今天他在这里主持，很少人知道他是带着晚期的癌病在这儿主持，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平安夜里，在他的生命中我们看到有主的平安与他什么同在，让我们鼓掌。感谢主。对啊，这是让我们感到啊好消息。所谓福音就是好消息，真正得着好消息的人就有这样一个生命，主的平安与他同在，因为平安归于在地上归于他所喜悦的什么人。今天我们知道了，如果我们在地上得着真的平安的话，我们就知道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什么，在天上的神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如果不是神与子郎弟兄同在，我们明天晚上我们也欢迎大家到温哥华堂去，我们也有在四班里有一位叫做什么我们的弟兄丁云红弟兄，丁云红弟兄他八次的化疗啊，在这里第九次也就做了，他也是晚期浑身都扩散了，但是有主与他同在，有他的平安喜乐，仍然在教会里一起的满心欢喜的侍奉神。这是神在我们中间使我们生命得着改变的力量所在，是奥秘所在。如果没有神与我们同在的话，我可以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去看看，任何一个世人如果是个没有信仰的，哪怕他是说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啊，钢铁般的啊，特殊材料做成的人，都在这种病痛的绝症的打击下面，早就怎么样啊，按照我们中国一句话，早就崩什么崩溃了啊，都说崩溃了啊，都说崩溃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主恩永在，福杯满溢，在我们当中最好的见证就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在这里，在今天晚上，让我们也特别，也我在这里代表三连寺信友堂来感谢啊，舍瑞堂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所献出的这个节目，请舍瑞堂弟兄姐妹站起来，就是我们的热烈的鼓掌啊！舍瑞堂的弟兄姐妹，舍瑞堂的弟兄姐妹，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感谢主。啊，我们讲，然后我们请温哥华堂的提摩太的年轻的弟兄姐妹站起来，就是我们在三连堂的弟兄给他们的感谢。感谢，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是，
在这里丰富了我们今天晚上啊，我们在这里面的一起的欢乐，也让我们感到主的同在，让我们信有堂，有三个堂却是一个教会，是多么的美好。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说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啊，求神祝福我们当中大家。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在这个圣诞的平安夜里，特别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也与我们众弟兄姊妹所邀请的朋友嘉宾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在这里我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晚会就此结束，现在大家彼此握手问安，平安回去。各位请再稍等三十秒，稍等三十秒。好，还有一个宣布，请大家稍微我现在这个消息是给小朋友的，每一个来到现场一岁到十二岁的小朋友，我们准备了一份小礼物，麻烦你们现在到 lobby 到大堂去排队领取这个小礼物，如果是小小孩的，麻烦家人带领他去。谢谢，谢谢各位来，各位平安，顺利的回家，谢谢各位。